一样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从这边再贴上看看。哎，对的，没错。所以哦，我们如果说要想知道它的连接在哪，你可以按右键，好，或者检查也可以啦，检查里面我看一下，哎，里面有没有这个？好像也有一些讯息。OK， 或者你按右键。那如果说我今天呢、啊，我们先最后一剩一点时间啊，请各位哈、哦、试试看好了。如果我今天希望哦下载的只要什么、啊，现金的汇率，就是买入卖出跟集齐的汇买卖出，然后呢个别币别，我希望能够等于做一个那个刚刚的一样，帮我把它直接填到这里面来，或者干脆你另外开一个新的档，自动下载下来该怎么来？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哦。那、啊、其实如果懂得用刚刚的方法哦，应该不用花太多时间。其实好像大概就是啊，来源知道了，然后编码方式知道了，栏位知道了。那其实我要的就是五个栏位，一个栏位就是币别，然后现金买入卖出两栏，然后啊机器买入卖出又两，所以总五栏的话，哎怎么做？我试一下哈、哦，我做好的程式放在这里，所以第一个我就把它复制。贴上了那个连接啊，就放在这后面，其实蛮短的。第二个呢，因为我知道它是 UTF8， 所以65001。啊，另外的话可能要算一下、哦，它这个最麻烦，花最多时间就这个啦。因为它这个一就是要的， 9就是不要，就是不显示的。所以其实我就把这个 CSV 打开来，打开来之后的话，然后里面就会显示出那个我把它开起来 ，OK 啊、哦，你会发现这个要，这个不要。然后这两个要11嘛哈，然后这些都99999，然后这好像八个吧哈，然后这两个11，然后后面好像又7个9，所以分别填上去之后的话呢，那基本上哦，这个最后做出来的话，结果就 OK。我来 run 一下给各位看，基本上，哎，大家改就刚刚讲的那几个地方，那改完之后的话呢哈，就把资料给清空，哎，这个也要加 clear content， 然后这样执行之后的话哦，你会发现呢。得到的结果呢？哎，就刚刚好，就是我们要的。所以哈、哦，如果利用这样的方式哦，其实要抓取网络上只要是 CSV 的这种格式的资料，哎，基本上还蛮顺利的。